你关心你的睡眠吗？你是否会好奇昨晚睡眠品质是否良好呢？现在 Value2 系列也可以透过睡眠小工具，用分数的高低来让您更直觉的了解自己的睡眠品质哦。睡眠小工具是透过侦测您的心率变异、呼吸频率、心跳、身体的翻身次数、二阶段睡眠时间、睡眠总时间、年龄、BMI、身体能量指数来为您的睡眠品质计分。若您在设定的起床时间之前醒来，可以透过小工具里的睡眠来终止睡眠侦测，让您的睡眠时间记录更加准确。点选小工具睡眠，手表会询问您是否要结束睡眠，确认后即可结束睡眠侦测，并得到此次睡眠的分数。现在就用您的手表进行睡眠侦测吧。